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，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，以武谋独，妄图把战火引向宗教场所，不惜用台湾百姓当人肉盾牌，毫无底线，令人震惊。统一是正道，台独是绝路，台独分子不管藏到哪儿，都将无所遁形，任何以武拒统的图谋都会土崩瓦解。